创战企全球集资330万破纪录震惊。One of the four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, Journey to the West, Monkey King, Chou Hakai, Monk Sha, Tripitaka。会唔会太型啊？你以为系啲咩大厂出嘅 figure？ 呢幅其实系《西游记》战旗嚟噶，叫行者，都系出自佢哋手笔。咁我哋本身就好中意《西游记》，咁加上《西游记》本身有好多怪兽嗰啲嘢，咁怪兽就系外国好兴，咁好想做一个魔界嘅世界观嘅一样嘢。阿 Ray 同阿汉咧喺雕塑班度识到嘅。前年开始筹备出战棋，去年十月在国际集资网 Kickstarter 集资，他们是可以拿回到以前随时。我们是有三日里面是跌付钱的那一日，单日计的，我们连饭都不好吃到。最后一个月筹到330万港纸，成为个网筹得到最多钱的香港人。吸金力这么强，当然不会炸流摊。为了令战棋成功，阿汉钻研了无数战棋玩法，加上东方奇幻元素，最值钱的就是12个角色，33只棋全部逐只雕出来的。其实真的如果当兴趣真的很好玩的，但是职业就其实是辛苦的。因为我对着这件事可能是六个钟头在整理鱼轮，这样其实眼睛会很累。其实我这只东西是可以拆了十几件事的。意大利一间博物馆更加捐了10,000俾佢哋，想要翻套收藏喎。铺到去北欧、去菲兰飞，咁都有人欣赏嘅时候，感觉到、啊、原来我整嘅嘢系有人去睇到，而系欣赏到嘅。有些系自然香嘅，连宣传片都一丝不苟啊！仲揾嚟几个外国插画师帮手画插画。当然有人欣赏啦，不过单系前期投资啊，佢哋已经烧咗40万啦。唔打紧，唔打紧，因为欧美订单涌到埋嚟，套棋越拆越面世，卖780蚊港纸，初版暂定出1000套嘅啫。